修行也宜，肯立志，学道很难。这简单的几个字，我是做不到，我也没有看过有人做到。 到时候，这儿就会越来越漂亮，人就会越来越少。怎么了？我不想走了。那就回去歇会儿吧。我想留在这儿。 民国初年，和越州商贸繁荣，往来客船很多，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。一名四川商人夜泊于此，在头街的一间阁楼里，和一名当地女子相好。早晨起床，商人发现自己变成了女子，而女子已经占据了他的男身。女子告辞而去。 开着商船前往上海，商人百般强留不成，只能在阁楼中盛装等待下一个光顾者。